认得高僧们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初十，第十道答案。内密坛藏是有时间性的，只要建坛的大圣德，圆寂三年三个月，内密坛藏就会成为普通坛藏，不再有内密加持力了。但是受过内密建堂灌顶的建堂师所建的法规正法佛堂，只要佛堂的种子还保留，哪怕换供了佛菩萨的像，照常是正法佛堂，但供了外道神像则会被污染失效。注意，开光装帐佛堂不属于正法佛堂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2月25日。